嘛，这是我的好老公，姐妹们啊，他在家做什么都让着我，让我洗衣服，让我做饭，让我带孩子，让我刷碗，让我照顾公公婆婆，家里里里外外啊都让我操劳一把手。他不光让着我，他还特别心疼我啊，怕我说话太辛苦，在家里从来都不给我说话，都是在上班的地方给同事把天聊完了再回来啊，怕我费脑筋，家里大事儿小事儿从来都不给我商量，都是给他父母姐妹一起做决定的，知道我爱孩子，所以啊把孩子一切全部都交给我，无论我做什么干什么他都非常关心我，都会关心的问一句，你有病吧。哎呦你妈，这就是俺家好老公，羡慕吧，那老公肯定没俺老公好吧，啊对不对啊，羡慕死了吧啊。这就是专业原因吗？